阿里山的日出，2020年6月27号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是2:20从饭店出发，坐上2:40的接驳车，然后再坐上3:20的火车，就可以看到了。然后可以看到人山人海，全都是来看阿里山的日出。我们坐到第二班的火车。妈妈抱抱你。哇，全都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漂亮哈、哦。